最佳編劇。韋家輝、陳偉斌、麥天。在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入面，黄丹妮和刘俊谦负责颁发最佳编剧奖项的时候，因为不识读其中一位得奖人麦天书的书字而被批评没有做功课，黄丹妮就在社交平台致歉，承诺会吸取教训，下次会做得更好和负责任，希望日后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都请大家继续多多给予提点。